哥吗？二哥哟，哦，二哥啦吼，感谢咱的二哥吼。哎呀，咱接着咱的水果牛蛙，那我给咱红包红了。哎，我给咱的二哥感谢一下哦吼。感谢二哥你啊，收到你啊，互你见财宝，通啊规世人哦。哇，未歹未歹，安尼吼，我那真好讲话了吼。二哥你啊，那你听一下，坐袂住的哟。哎，等下我拿落去吼，啊，再合照一下也可以哦。哎，对。哎，咱去一下相的安尼啦，我这我那算哎水水啊安尼，哎啊体格阁袂歹安尼，哎保证我你看底到底安尼吼，哎娱乐甲达志的安尼。哎，拄只迄个是姐姐，嘿，啊咱这个是妹妹，啊但是妹妹看起来较成熟啦，哎因为咱较老练嘛，吼。哎，就岁月的摧残安尼，无啦无啦，哎咱徛伫舞台顶较久啊，啊妹哎姐姐吼，即马才讲吼，去互你安尼压落海安尼，哦是你互你压落的吗？我应该终于想要做啊，对啦，做咱这吼比较时间比较呢，较有活泼，对，较自由啊呢，较袂去有时间缩白掉的。对对对。哎，你看咱做护士做辛苦的，无你想今麦咱也闹我们的护士荒，对对对。如果现在要做护士啊，真的很辛苦，哎，轮班啊，那轮来轮去啊呢，啊，搁爱照顾病人，啊，搁爱吼，安尼个病人为吼，就是因为破病嘛，啊，所以有的会比较安尼较杂念啊呢，对对对，对对，啊，搁爱听咱的谅解啊呢，所以。真的很辛苦啦，吼！啊，做这咱较自由啦，吼！咱若想要做，咱就做；，啊，咱若无想要做吼，感觉趁了有啊，吼，咱就甲休困。对，像恁就是拢安尼啊，无好嘛，无呀。啊，恁是拢趁了有啊，就拢会去游山玩水嘛。哎，才去泰国回来而已啊。啊，即马大日趁趁的，即马三月做大日的嘛。啊，即马趁趁的，啊，四月要搁去倒佚佗？还在想，还在想呀。还在想。啊，所以澎湖你有要去吗？有哎，你要去吗？我还在想。应该是有，可是舅舅说他不想让我去了啊。为什么？他说一件情况，他讲好要去啊，结果伊讲抛出来了，我讲不爱去啊。他说他很失望啊那样。无啊，我想讲要搁叫你过来啊呢，时间还很久，还可以考虑啦。还可以考虑。对对，还可以当考虑嘞嘛。啊，你本来是三月底要去啊。对。啊，即马搁改日子啊嘛。对对对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可以考虑看看。还可以考虑。对对，但是伊讲伊不爱和我去啊。因为跟你排挤。一定要排挤啊嘞，我排挤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叫你的三弟妹安尼行安尼就对。要叫你行。嘿，我是要叫你行安尼就对啊。然后，然后今仔咱即马有看咱即马三月吼，碰到咱的新明星的福气。对。好，咱拢是妈做的囡仔嘛，对无？啊，碰到咱。妈做的福气啊嘞，大家拢安尼吼，趁钱趁家咧游说说，啊，祝福咱每一个好朋友嘛，拢有当伫咱的立位，将最新的报纸家，拢总会当大门不离开，金银财宝满出来，风度大变大精彩，会当破文，大家拢总对你来哦吼，祝福咱每一个好朋友拢总会当安尼大吉大利大发财，好运每天跟着来啦吼，好运真的很重要哦，人的好运甲歹运吼，就在一念之间而已，我即摆才更加感觉是安尼嘞，因为像你看。有的吼，安尼，就是恁若讲小朋友的话，有的考试拢考了足好诶，平常考拢考了足好诶，但是他伊若甲大考吼，考运就很差，哎，迄就真正差足侪啊，真的差很多，所以好运甲歹运吼，真正差足侪，啊，祝福咱每一个好朋友，拢总会当，逐天拢总行好运啦吼，像咱诶昨昏我去彰化迄边做嘛，啊，就一个迄个佳佳嘛，他就跟我说，他吼，真的好运跟坏运真的差很多，伊讲像伊啦吼，都拢做无偏财运诶，伊讲伊千拢。唔捌钓过啊嘞，所以伊就甲正财，伊讲伊诶正财诶，就是赚钱赚还蛮多的，所以伊就是甲正财的运尔，他没有偏财的运，所以吼，祝福咱每一个好朋友，正财偏财拢总会当做伙啦，这个真的很重要安尼啦吼，来啊，咱来天天吼安排咱头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啊，等下讲一首歌曲了后吼，要来安排咱的秀舞哦吼，所以咱的二哥，你有需要为了水果你要甲你安尼秀一下吗？收金那可以吗？啊、可以啊，好哟，会使啊，真正个，我跟二哥你考虑看看，我你时间考虑，我一首歌曲安尼哦，考虑看卖啊咧，啊老师要我来试看你哦，安尼甲你秀一下吼，啊若是爱的抱抱，拢总会使哦，都可以，都可以哦，啊如果讲话，你若真正讲做歹势，我见，握手也是可以，基本的礼貌安尼啦吼，来啊，我来甜甜哦，安尼拿礼貌做话，因为舞我做搞跳的哦吼，体格阁是安尼一级棒的，来啊，今嘛我来甜甜，阁来安排第二首好听的歌曲。我不知我爱你。好，来，我不知我爱你，请上导演的瓜皮来给咱做带动，谢谢。来，甜甜来给咱做安排。你累了对不对？从六点到现在。我知道啊，看到你去那个客户啊。想起你，你是。
我不知我爱你，轻松老来的歌曲，你就要来给咱做带动了哦。